小三女童的头发被卷进大型吹风机的抽风口，卡得死死的。女童显然已经哭过一波，大人小心翼翼地帮她把头发一丝一丝地拉出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原来女童平常就会拿这个大型吹风机坐在玩具车上边玩边吹，结果一个不小心靠得太近，头发就被卷进去。她哭红双眼跟大人求救，最后大人慢慢拉，把她的头发拉出来，成功解救这一头秀发。卷进去会怎样？会哭，会哭，头发会不会很痛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后还敢用吗？小女生说，当时她拿着吹风机在门口吹石头，结果靠太近，头发被卷进去。这次真的得到教训，以后她再也不敢了。